迎接2013台湾飙灯会，在地业者安石钢管特别捐出高3.6米、宽4米的巨大白纹石，上头镶上飙灯会 logo， 再刻上登峰造极字样，耸立在高铁特区，格外引人注目，成为灯会的绝佳地标。刚刚现场有提到，这个灯会的成功呢，要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参与。那么我在这里呢，再次要表示呢，表达对县长啊，那个他们的团队，那个筹办这个灯会呢。所下的决心跟苦心，我让我们一块期待这个灯会的圆满成功。安石钢管一共捐出2颗巨石，分别刻上“烛光盛宴，登峰造极”字样，矗立在光明六路东一段与庄敬南路交叉口，以及光明六路东二段与高铁七路交叉口，不仅成为灯会亮点，也将成为新竹县特有的装置艺术，纪念灯会盛事。可以说不妨碍交通，又非常有景观，又有公共艺术。我们登峰造极就计时，谢谢。我们啊，就侯董，灯会结束就代表性的留下一个回忆。这块大石头象征新竹县民展现的决心跟毅力，我非常佩服这个邱县长能够把这个活动一年办得比一年好。因为我们侯董今天的赞助也带一个带头的启用哦，让大家呢，让我们新竹县能够更发光发热。2013台湾灯会县府全体总动员，邱县长感谢各界共襄盛举，承诺一定会打造让全民感动回味一辈子的灯会奇迹。台湾灯会赞！